主料：鲜虾300克，猪肉2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高汤、姜、葱、花椒粉、生抽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鲜虾去外皮，虾肉和猪肉切碎，加入高汤，加入葱姜、生抽、花椒粉、盐、油，拌匀，和面，盖成薄片，切成几条长条，切成梯形，做成馄饨皮，放入肉馅，包好，两边捏在一起，包好馄饨入锅煮熟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馄饨很容易熟，不要煮时间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